泰山啊，有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坏消息，坏消息了，你连拉链忘记拉。哦、是、哦，哇塞，对。哦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お懸命遺体処置。行行行，小小，有一台车，要购车，咱来去看嘛。头家要买开，头家刚刚就矮嘛 ，LS 四六零。今天换你估了。对啊，啊伊无，换你估了。我来去看。哦。对啊。你看，凊彩伊估一个点击率也较悬。有啊，听讲购车都好啊。一台。哎。无在调，无那个买落。你看，大家拢买买啊。不摘雕了，这是2010年的 LS 460，四六零下，哈，四七数，是吗？同模毛四千，尽量个，恁阿多只，练咯，就练都大呀，这恁阿多，同模毛十九寸吧，十九寸对吧？真的，十九寸，你看这，这卡钳袂歹嘞，这是假的，不是是包起的。拔落来还得用，袂使啦，咱倒车了，咱德国车倒车就用笑，对啊，咱来看一下，这车我好，人家开讲过啊，伊讲啥呐？伊厝有两只车，啊，这是其中一台，啊，伊厝的甲公司哦，5公里安尼啦，5公里你知无？我知啊。行路啊，偌久？1公里，而不止，1公里15分，15×5，偌济？那么足够的啦。足够的啦，是休息啊，是吧？对啊。欸，你看，看起来很新呢。你即摆你小心点。我新车的味，新车的味，这我来讲，这种造型就是干那看这，我你看，你望，你望，粗的，就是拢无较精品，对吧？颗粒，真的，就像篮球，室内篮球，颗粒还在。你开奖哦，这应该造型就有10年嘞。开奖，多少钱？34000多啊！哇，造型就有，而且原本没有这金。这一台新车吼，总共嘛300多万。我问啊，这台是低道的，低道的怎样？低道一下，就是比较短一点的，你知道？短轴距的吗？啊，这不是香槟30公分，这几倍啊？你看倍数，低道的是跟它差啊。后门这边好像它会更长吧？哎，爱接啊！你看，我哎，哎，这像电动西门，哇，对吧？加高级的车，修哦。要修、欸，看起来很新哎！我就准备给我泰山买。这个七月交给你看，哇、欸！这太高级了吧？这应该是电动的，这来看好上色。这是迄台已久的10多倍。已久倒一台？哈，咱顶下挂一台。你看，你这电池变大嘞！这个都标准备胎了，泰山工具哦，工具要齐全。哎、欸，这标准备胎嘞！哇塞，这哎、欸，我这都加这电池在要充啊！电池？对啊，我需要加这电池。充电器用的，啊，充气的。M G 啦，一笔啦，这个存在内啊。啊，起了烟都会。那个啦，会闪的那个。对对对。哎，阿妈，哦，无透过，硬派去啊！是那个金马啦，所以证实说电池动没故。这到一下换掉，这不好。我本来就讲无套，就欢喜的，结果硬坏去了。这看清楚，这吼一个出错有没有？这不是讲1-2万他盖过的。1-2万哦。贴纸嘛，我发现有没有？今天弄贴纸啊，这个时候就有贴纸了，这最重要的。而且看足水的哦，应该是弄车库车。我的面露背啊，我的背。啊。你来看这台，每件拢有。对啊，你后边去打，免修理啊，免修理啊，怎么样？啊，我这盖了无啊，哈。其实我买那台是为了拍片。是啊。哦。哇，电动椅，现在几项？1、2、3、4，这高低用的塞哇，驾驶座路厉害。啊，这靠腰跨拢无。跨无呢？哇，这到底是好还是歹？哇，先聊啊，看到死。因为这只在里面。对啊，对啊。哎，这目前还是没人的，可以就自己把它拆开了。哇，这么高，也拢关的嘞。嗯，对哦。看你拢出去，这尾巴的嘞。唔够跳。啊不，哎呦，这个蛮看无啊，走3万的。来讲应该袂老远个，这就是这啊，我看这边啊，这个无，哇，大啦，你看，大，哈 ，V 六的是，是2倍啊 ，V 八的是，哦，4缸的2倍，
你知道保养其实不太好吗？有呢，发电机盖到期，伊伫内湖厂保养诶。今年的十二月要保养，他伊无家里头已经哦，盖保养是今年的十二月，109年的十二月。哎，这也无你开啊，无开就是时间到、啊。所以就是时间到要去保养，时间到再保养。这什么？要系安全带，不会起飞啊。不会吗？记住哦，要接啊，要记得一下。这是欧多厚，欧多厚，所以这个按下去就 hold 住了。不要打低档哦，你看低档，你看我没踩哦，它不能动啊，油门一补，对吧？就动。接啊。等下放在方向盘这边还蛮方便的。对啊，一般都是在这边。一般都在中船这边嘛。冷热的椅子。看一下。避震器它调，对吧？这边两 support 调。SPORT 啥 ？Sport， 就是避震器给它点了，它就切断运动模式对吧？我先修个 ECT 一下，对对 ECT， 知道？对啊，今天不知道，它好像一个就是先以为它几个级，跟它会比较延长跳档，就会转速比较高，比较会平，可是不建议你安尼骑的。啊，卖讲好，讲唔着用笑的嘛，是干卖讲的哇。好，来去问看人家要卖偌济，这新车300几万，人家敢会动作都足贵的哈？都比较八倍啊，这边比我这八倍，两厘折半，差不多。两厘折半，刚哇，这是落地就折半。这地方，以前不是椅子可以前后，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整个你看这段会凸出来，吐舌头，你看吐出来，还蛮厉害的。来来，你问人家看，看比我这。叫得起。哎、欸，挺靠前。这拢是用开门的，可能伊隔壁迄台家己扣的。阿、啊、不就是别人控，家己的车对。哎呀、啊，家己的车啊嘛，那边门框嘛。One hour later， 泰山啊，有个好消息跟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啊！别人拉链忘记拉。我是，哇塞，对，我拉一下哦。啊，好消息一下。好消息哈、哦，车主把叫过回，因为伊有指出40万这个数字。但是讲叫调教过，不知讲叫啥？哎、欸，你啊看，新车300几万，今麦伊家讲剩40万呢，啊，咱就小讲者应该就有可能啊。我来去，你咪来去问头家看，我嘛唔知道要偌济，头家搞不买50，那得标啊嘛。飞了，你啊，你啊，你啊，哎、欸，李总啊，哦，你看我这卡我水无？你看，哎、欸，我，我你比看，我，哎、欸，无人买都比啊啦，就是来 LS 460买，你看啊，你看伊交偌济？一孔哎 ，TLS， 不是 ，TLS 是 LS 一孔哎，太贵就是手啊大着，有啊，哎，你唔讲会计，讲要无钱啊，咱迄间纳税金一个月六偌济，你知啊？我唔，咱间啊有4600个，有5500个，3000个免讲哎，现在，咱4000个，3000，哦，干那3600个嘛有，3000个嘛有，咱这规定啊10万CC啊，是哦，啊，但是咱车都水个嘞，我话济啦，伊用车就是你看。哎，一年走2-3万，走20-30万吧。20-30万，你先看卖啦。有啊，我讲没话济哦，新车300几万呢，起码一共超袂袂。你唬不倒我呢？哈，你唬不倒我，还存20-30万啊俩。是哦，但一共要40万呢。干那嘿，你敢唔爱较委婉的送客气？我好水，你不要买看的嘞。先生，不好意思啊，你要买40万啊，滚！好钱嘞啊，委婉。不是要加个请吗？啊，请啊，请滚！先生，不好意思，要卖40万，哎，请滚！不是，哎，到唯一较重要，不是哎，我网友拢在问我，是啊，哪些个明星？是哪呀？哎，那小改款嘞，高处的天嘞，一孔的对吧？对啊，一孔呀，有配合嘛？你可能关注。我叫车拢另外做，因为动搬新的价钱嘛，水水啊。你讲招20-30万，你韩东路那有讲招20-30万？伊是讲戴白手套咧开啊，无伊无用手开，无用手开，才买一个档啊。哦，买一个档啊混，那可能骗笑，这20-30万你收起来。对，我可能来滴，我给你二三万啦。我新车比超小，哦，今天呢34万呢，哎。3万4，可是我叫泰山看的啊，泰山你看唔到的啊，可以，哈哈，你看唔到，我看唔到啊，太衰。哦，3万4，你敢看啥钱？你看的啊，招3万4，所以一年招3000四，哎，我数学袂歹吧？那我一个月就超过啊，好可怜，好小的吧？但是你看，你讲招3万几，这嘛是小可呢，
出油安尼有无？咱小可烤一下嘛是。你有无人可以俾我换过无？你查。我不要浪费时间。真的真正查完时间才买，因为这种车无招就。我都要给你查。真正的呢。108年5月是29000，109年5月今年33000，啊现在34000。他用了多少？40万，40万块啊！哦，真紧了，袂使。哎、欸，我跟你讲，我有这种重点是以前有40万这个介绍出来。我跟你讲，当你交到一个女朋友，对不对？一进房间，哦，你还没开始脱，就自动在那边说：“我先去洗澡。”那你就知道那怎样被调教过了。自动自发，对吧？自动自发还问你说：“那要不要一起洗？”哦，有没有？这样是好还是不好？这种车哈、哦，我最讨厌雇这种车。为什么？哦，还打开哦，平康家，啊，看你的时候都这样，我这样看是不是？欸我这新车哈、啊，现在动辄300-400万，对不？啊，你啥什么汽车啊？听唔听？对不？哎呀、啊，我这凊彩嘛爱卖200万，好不好？无卖你较俗的啦。我这個人哦，就好讲话，咱虽然好呀，但是我们很好相处。新车300多，我直接妈不啰嗦，打一半给你，150就好。减了150哎，对我对你很好吧？哎、欸，他没有这样讲哎、欸，给一个40万，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什么，去外面碰壁了，壁鬼了。哎呀，被到处碰壁有啊，我会讲啊，你在家拍摄，我无休息，手先多啊，连计晓得无？哎，有的人价钱都不跟你讲，对不对？有的说你在家啊，这种存底30万呐、啊，哦，随便给你估一估喊喊，啊，要来不要就算了。我甚至讲啊，可能60万嘛，可能在我买啊，好可怜啦。但是拢全人讲的，对不？啊，有的跟你住下讲，我哎、欸，大哥，我40万哦，买一台 Fit， 虽然赚少少，哦，赚一成，可是他妈我2礼拜就卖掉了。啊，这个我跟你买40，回来赚，就算赚多一点，我可能要妈放2年。到最后嘛，老板自己开，真的，对不对？哦，到外面到处被人家洗脸，到处被人家碰壁，所以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数字。那我跟你讲，等一下应该还可以再谈。再这个是人性嘛？再杀一下。一定是啊，人性啊，他去第一个，我们已经比过了。哈哈哈哈哈。哎，第一个，他去外面已经比过了，对不对？所以代表他有个底。嗯、然后第二个，他已经比过来，又说40这个数字，代表外面估更低。哦，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我跟你讲，7788不要9，89不离十。哦我跟你讲，这个车子哈、哦，就看几个。第一个，三个西门的吗？有没有？好的。哦。然后他摸他这有没有黏黏的？这通常都会黏黏的。嗯。之类的。我讲这把专科的啦，有没有吸？哎，吸而已。很慢呢、欸，很慢。你那边如果要，还更里面它才会吸，它这个比较外面它就会吸。这就好吸呗，我来讲。跟那个。啊，黄衣服的一样。第二个，看中控牌有没有油油，这也是裂开有没有？啊、你看这里有点出油，你看得出来吗？这边有点油油亮亮的。你看这边其实有一条细细的线。有一对。我跟你讲，这一台车我研判它应该是车库车没有错，但是哦，我跟你讲，这个车夸张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嗯。你现在车库车对不对？你这样一开出去晒太阳。有忙就浮出来啊！今天哎，皮肤爽，跟男人玩的，肤质不是很好，油性皮肤啊。哦，所以这个回来哦，不可避免。另外，这些马克利宾城喇叭的这个瓢啊，都还没撕掉，对吗？哎，但是这比我顶盖上次拍影片那台较新款，对吧？这个有咱美国用的啊，够真，没有这种双色搭配，对。我跟你讲，这种车哈、哦、配备多到我跟你讲讲不完。但是这台我看就是它比较阳春，它是短轴的，就跌到，然后跌到第二个看等级就是那个很暖有无？嘛无杯架，它只有电热椅，跟卡垫，哇后边卡垫，那你知道吗？知道啊，卡垫。对啊，泰山好歹也是他妈履历有腐烂，说有去住过日本。哦，啊，这奇怪哦，伊在后边无杯架，我找无杯架，我之前旧的我感觉这奇怪，伊现在才无杯架，啊，是我不要开，啊，伫遮啦，要杯架伫遮，伊这空空唔知啥，完蛋，你如果是高等级，这边全部都按空调啦、音响啊，什么都有，啊，它这个比较给级的，给级的就没有，可是我觉得街道的比较好，因为其实你看这空间，短的其实空间就很大了，长的不太符合一般路上的内容。如果我自己买，我会想买短的。你像以前大水牛、气桃，哎，都是短的比较好，因为真的长的很像司机在开的。啊，说实在的，现在几个人请得起司机？啊，请得起司机，他也不会来买这种五千。
丢啊。对啊。所以中古车有重有长的车哦，有长短的车，中古车是短的比较好卖，比较可能是家己用。对，家己用嘛。而且你看到、哦、这种车型呢，当初 Lexus 最顶级的车，对不对？嗯。你想想看哦，你今天开一间拉面，你要出一碗顶级的拉面，你是不是沙小弄个咖喱比啊？海胆啊，干贝啦、啊，啥好不好？只要你拿得出来的高级食材，是不是全部都要塞进去？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招牌嘛。啊，你想想看 ，Lexus 当初做这些时阵，对不？我要做一个出来个面露的表，比零表姐，我点啥？上好的拢一零，气压避震，避震还可以选 Sport 哦，还有 Comfortable 舒适 ，Vegetable 嗯。不是，哈哈哈哈哈，不是飞机的，任何的他妈腰靠啦，上面小啊，七七四十九项电动椅啦，三驱、四驱、五驱、六驱、八驱恒温呐，哦，提档啊啥的，只要你他妈会做，也要做的明显，拢 OK 的，拢爱 OK 的，他不出来落菜，对吧？对。啊，也因为这样回来修，可能会比较痛一点，啊，会坏的东西会多一点。对啊。不过内饰是还好吧？哎，耶，去出钱出钱。出街，哎，这无出敢那白痴的，你知影？哎，卖出去大量买物件，人甲你讲偌济，你就会偌济。哦，对哦，一定要注意一下，为偌济开始，为二十开始讲十万吧。我靠，比我还狠。去谈钱，好了好了，我也捞点处理。哦，哎，这车无卖不中啊！我还讲卖不出去，我泰山上下班赛，卖讲卖伤啦，卖讲逐台拢要叫泰山卖啦。泰山就代步车的。对啦，哇，卖讲卖伤啦，泰山我再回来哦，跑三万多啦，2010年，妈十年车而已。如果还没有人要买，我卖不出去，我就给泰山当代步车用。你缴油钱就好了，剩下公司车，哦、好不好？税金的啊，税金，我妈连税金都想不到。啊，人家税金不够要还的，一年刚还的啊，我还贵高的话，那一个月爱四千贵的，可以吗？还好啦，四千可以吗？就当做租一间房子嘛，啊、對對對小套房嘛，当做租一间小套房这样啊，有、啊，好不好？好好好。没地方睡，可以睡上面，不错，这么舒服，我比家沙发还舒服。One hour later， 好啊，我尽力啊，我会使哭拢甲讲讲啊，你个门啊，你皮肤个无个啥甲讲讲，伊个做底价啦，伊讲啊都减嘛无多啊，38万，太贵啊，38万，啊你伊讲佫减无多，你讲啊如果再减会怎样？伊就要走啊，伊就要走啊，我本来是讲换成35万。你唔够为十万开始，佫被杀咯！放我出马，是、哦哦、第二 round，round two，fight， 给我哎，哦，你记啊，我叫我好起身啊，他隔壁做三杯啊，你被杀搞啊，他超傻耶！哎、欸，对我记被加价无？啊，我爱民主呢，我可怜呢，因为我隔壁的三杯阿杯啊，你被阿出偌济个？你小师呢？还、啊、是怎么不？我提供无，我过了35万呢，还是科比铁鸡在跳。我觉得啦，哦、他绝对不会估38说40，我感觉啦，我去试看看，我去试看看，我们再努力一下。好，我再唱个毕业老歌，快点唱。买买买，你们等来吼，快先讲啊，失败的。Two hours later， 拭目以待。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我来讲三十三十我讲科比欠我买大哥大家这个第一次见面虽然你常在看我们的影片对不对小师来不要说也要给我们赚一点钱好30万然后我再送你3只 iPhone 这样啊赶快一组啊一只 iPhone 一只 iPhone 5万呢不啦，那可怜，我见到谁 iPhone 而已，没有、啊，我是真的哦。我说还有一些什么有的没有，让他妈瞧一瞧，瞧一瞧。后来哦，刚刚买36万，嗯，都减两万。啊，至于怎么减的哦，其实因为观众朋友，你们以为他们在这边等一下下而已，没有，啊，他们在那边抽三根烟，泰山去拉个屎了，妈瞧了，拉链又没拉了，哦、对，啊不，其实今天瞧了1个多小时，啊，因为这个是缩短浓缩再浓缩给观众朋友看。你们可能以为，我孤人孤寡呢，伊真正要走啊 ，Q 的警察无，无诶，太贵了呀。卖这种车的人，其实他不在意这一点钱。你想想看，300多万的车剩下一成，他都卖得下去，对不对？嗯、所以他在意的不是钱嘛，他在意是感觉嘛。所以你要服侍他，让他感觉好，对不对？哦、感觉好，我们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今天牺牲蛮大啊，一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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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你讲，我今天是还没那个。对，那个，
要不然好，我跟你讲，不止这个价钱，不是哦，买更贵。这个车真的，泰山，恭喜你有代步车了。不是哦，好不好？他，我觉得他应该很快就卖掉了。他很快就卖掉了，对吧？再买不了泰山赛，那个亏太亏啊，我想要赛亏太贵了。春晚不要赛，对，还有个啥呀？春晚不要赛，跟我 BN 同款。我讲哦，我 BNW 哦，我若赛个我腻了哦，赛个神行，我才会赛。但是哦，我不会腻，我永远都不会腻。好啦好啦，已估了好不好？今天小师已估就到这边啊，喜欢的影片要记得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哦，拜拜拜拜。